各位耶稣扎永镇的兄弟姐妹们，大家平安。新的一天是天主赐给我们的祝福，也是天主表达对我们的爱。让我们一起来赞美感谢他。做基督徒是非常有福的，因为天主赐给我们一位完美的妈妈，她就是圣母玛利亚。天主拣选了她，因为她谦逊、听命、服从、良善等等。她是我们旅途中的陪伴者和永远不会放弃我们的母亲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句读经，若望福音第十九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。耶稣看见母亲，又看见他所爱的门徒站在旁边，就对母亲说：“女人，看你的儿子。”然后又对那门徒说：“看你的母亲。”就从那时起，那门徒起他接到自己家里。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如何爱我们，把他自己的母亲交托给我们，成为我们的母亲，我们教会的母亲。我们不该忘记，我们借着玛利亚才能真实的认识，为此所谓的协同圣母前往耶稣。正如我们所知，玫瑰金是很奥妙的祈祷敬礼，它是一种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祈祷方式。当我们诵念玫瑰经时，圣母玛利亚成了我们与天主之间的一个中介，在人与奥吉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。愿圣母玛利亚带领我们往她爱子耶稣那里，使我们能够走进基督的奥吉内，与他共荣，合而为一。我们恳求圣母玛利亚带导，祈求世界和平，求他护卫所有的人类，特别是痛苦当中的兄弟姐妹们，使他们能护卫真正的平安。天主保佑大家。
耶稣早有正祝福各位平安喜乐。